没有时间耽搁了，这艘船错过又要再等两三个星期。而且这次买卖市场是卖牛的好机会，从别那天来的。他们当然会这样跟你说。志豪，我跟你说不要去。家里实在发生太多事情，从今天开始没有一个男人在家了，仅剩的一个也要出门做事了。他走了。找到他，托老天的福，他被安葬了。